值得庆祝，值得庆祝。这个是什么？哇，这个不是鹅，这小鸭子。这不是小鸭子，芋头鸭。鹌鹑吧。上次那时候把水给我，然后把鱼放到河里。其实这是鹅还是大雁，我都不清楚了。来，佳丽过来。这个我家装好了。啊，你还要吗？谢谢。来，佳丽，来，佳丽。这是我的朋友张佳瑞，嗨，你们欺负一下鹅，嗨，嗨，这个鹅的脖子好长，所以没有拿到呀，我还要赶快再把它再倒到过程中。来，给一点，哎，你厉害，再张嘴，哇，厉害，你的翅膀怎么成这样子啦？对啊，翅膀有点东西下去了，哦，他可能在脱毛的时候，我估计在脱毛。